所以它要有什么空间？一。
我要说四川，明白了。然后五六也是推过来，五六还在这儿。OK，这学校五六大旗，我看啊还在这儿，明白了。对，这个是有空间的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迈五好五六七远腿二三高，对，找空间，足底往前，对，走也五六八去，对，好一些，过来，往前面这边，五六七八一二三四打鼓，六七都是四拍一个，明白了没有？看节奏，我听一下节奏。五六七八打一二三四打鼓，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打七，打七，明白了？最后两个是拍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没有？不是，是最后到的就是明白了。其实他也没完全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做的是值得更好的，更好找到一个到位的支撑点，明白了？支撑点，因为我落下去，支撑难道我支撑更好，开始爆裂，明白了？节奏清楚没有？清楚没有？清楚了。准备，来五六七走了一二三四到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打七，对是对，但是不够干净。就是总得你跳的过程中啊，这一段我不要在过程中，我要的都是点点点，明白没有？你现在很多时候跳像这种舞，很多时候之前讲的舞蹈教学也好，你们要把过程做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段不要过程不清楚，要直接到位，直接重量，对，直接到位，让自己的身体形态要一瞬间产生一个转化，明白？而且还要去找到什么？那个点到为止能收住的力量。OK，开始，准备。迈五六七八够一二三四收腹六。起撩腿，一二三，别动，重心在前腿，肩颈，俩肩颈，重心往前脚掌放，走，五六大起，给他们啊，再来一次，腿啊，小腿腹部，准备，五六，对，带住，五六七八，走，一二三。四大五六七撩腿，一二三四五六大起，讨厌讨厌，重心晚了吧，重心晚了吧，再来一次。而且注意啊，同学们，刚刚我说撩腿的时候，我们的腿是不是从前往后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从前往后撩要远，对吧？要远，对，比如说要感觉前面有东西，要往后撩，慢慢踹，不要。咻，再拉回来，明白了？对，我感觉是脚尖，咻，再把它往后带，明白了？相当于还是要你们的脚尖像一个钩子一样，那个一架，钩那个一架，对不对？一撑，就把它勾回来，明白没有？我脚尖一架，咻，把它勾回来，我再走，明白了？OK，然后其次就是关键是什么？就是脚尖在向前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的手臂也是会同时闪。产生一个空间，更多的咻往远，好吧，不能只做一，不能只这样，看到没有？要，再走，脚尖跟脚尖一起，对，明白了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手肘，六七八，走，一二三四，大步。六，我们伸直，八，走，一二三四，退，六，大去，对了，好一点，再来一次。然后我们推重心回去的速度可以再快一点，推重心推过去，你就要腿回去的速度，念完了，对不对？念，好，我推重心，咻，再快一点。那么这个快在于什么？在于我们的前脚跟往后脚落下去。一样，跟后腿走路一样，后脚怎么样？咻，落下去。
明白了，不要慢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准备，红队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九、九、七、八、九、七、二、三、四、大步，六、大七。讨厌，你最后这一步上，背过来就是你干的，还干什么？是你的手臂啊，注意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个更好的感觉，就是我们推回来的时候，不用去找手往哪靠，推回来的时候去找什么？去找身体靠手不动。我们可以用去找大腿，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拉的时候，我的力量是不是身体往前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在这手是在身体后面了？好，我们推回去，我们就想的是身体向后，身体向后，可以了。手臂还在这儿，我手臂空间够没有？手肘多少？朝上，手掌朝下，往后，还有点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它推过来的时候，重点只是在什么？重点只是在前面看，前面之后看，只是重点只是把身体靠回来，看到没有？把身体靠回来，我的手臂不动，好吧？手臂不动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找一个谁啊？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大步，六、七。八走一二三四，靠上身去。哎，好一点，这边再来一次。来这边，好多了，能量重量好一些。准备，再来一次。五、六、七、八走一二三四，大步。六头长，七八腰。Cheers.
对，手腕翻动使我们的胯骨要转，胯骨转，再来一次。首先啊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这一步要先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？我们要先开花，再绽放，先开花再绽放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到位之后，到位对不对？我们要先开花，再绽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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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明白了没有？所以开花那一下是什么？手腕，手腕 ，OK， 手腕的同时还有什么？还有转胯，而且注意这个转胯就像是用到我刚开始讲前面那个转胯一样，从前面的转胯是哪里带？脚掌带运到腿踝，对不对？一样，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现在对正前方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往左边带，左边转，所以是左脚脚掌转。左脚脚掌转的同时，我们右脚点地 ，OK， 所以它会一瞬间产生一个咻到位，对，快速转，再来一次，快转，先做转，只转六七八，咻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咻，再转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咻，对，来，快速坚持，给伸直了啊，五六七八，咻，对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手。五六，不过啊，五六七八，咻！再来一次，再翻，五六七八，咻！手肘在哪儿？不是在这儿，先顶上去。对，然后二三四五，走，二三四五到这儿，然后六七八的时候往里走，手肘加速，五六七在哪儿？我们顶住，对，只是从这儿，之前是在这儿，我换成两个手，但是都是最难的，就这个地方，顶住。还有两个手臂高度在一起，对，好，来，加速，再往前，往上。起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翻手掌握要快，但是快要同时还得怎么样？还得准，明白了？不能就是我们那个劲儿啊，我不能使太多，不能使的少，我得使的刚刚好，明白吗？不能多不能少，刚刚好。来，美国五六美美国文六七八高一二三，转换没了。四五六七八，哎，我对枪好点，那反手对。就我看到你们学的咻，在干嘛？三四咻，等于说咻甩起来了，屁股甩，咻再去做，明白吗？真的是在用到主力配合，不喷咻，哇，再走，再试一次，准备。来中，美国六七走一二咻，好耶，四五六绽放七八，好一些，再来一次，你咻，好一些，手不要太模糊，转框转框，这儿转，转就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再绽放，再来一次，准备，五六七八走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好一些，让我们重新来。兄弟，你看我刚刚从这个形态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到这个形态，是不是？都是很狠。来，这边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走一。